一块摩西沙，皮壳还是很老，整体也没有看到什么裂纹。然后压单看一下，这个料子的手感还是很好，坯子很紧啊，料沙。压单全身是一个黄匪的表现啊，马上给它开窗啊。开完了，还是非常漂亮的，一个非常大的窗口，满黄匪啊，冰黄的一个底子，肉质很细，这个料子，物色还是很浓的。我们加灯看一下，光感还是很足的，这个料子，物色的特色酱，就是形状三角形的一个，比较适合做一个摆件啊，这种。雕个山水啊之类的，然后你这样一放啊，还是很漂亮的，特色酱，光感还是很绵密的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进去看一下，价格不高。